放什么假？只有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会放假。像我这样国家栋梁之才，怎么能放假？我就是来为了干活，一盒得30多块钱，干活18块钱一斤，最低了。我是卖一斤，我的意思说，那便宜不了，兄弟。上下一样的，兄弟，36，18，20斤正好。这一盒有多少啊？一盒30多块钱，你看你要哪盒，我给你上车看看。来这盒，兄弟。自己挑，哪盒都行。39块，34.7块，这都没事儿。来，嘎嘎甜的草莓呀！凌晨2点多去上的货，上了20箱草莓，14.5块一斤进的，卖18，卖高了卖不上，高了都觉得贵。1点多开始摆地摊儿，1点多这雨才停，咱现在是卖了200多块钱，现在是3点钟，朋友们，今天大概率是卖不完了，20箱呢。哈西万达广场这边，朋友们，今天这草莓你看最贵，而且还没有前两天的品相那么好，但是吃起来是没毛病啊，也甜，嘎嘎甜。产地暴涨啊，但是你卖，你想涨价，就太费劲了。这多少斤呢？草莓18块钱一斤，大叔。啊，都这个，问完就走，还行呢。这雨不下了，这雨要下呀，更完了。但这块儿就晚上卖货。看来咱今天晚上也得干到10点多吧，11点那样。谁不是在人间用力的活着，经历了苦痛又不堪诉说，一边受着伤一边的愈合，匆匆忙忙不知为了什么。谁不是在人间用力的活着，平凡的生活里假装快乐，哎，吃完手抓饼之后，哎，这个必须得跟上。力量，生活充满了力量。来哪盒美女？换一个。对，就来这盒。来这盒啊。行。妥嘞。35.6块。多少钱？35.6块。哎。最好的、最甜的草莓了。3中99。8点钟，20箱草莓，剩6盒，2.5箱，还差150元出本，一盒就30来块钱。这地方卖20都费劲，卖18也挺难，卖15正好，关键卖15咱不一分钱不挣了。挺难呐，啊，最低了18一斤，美女，一盒30多块钱。来，你吃不吃啊？来，最好的草莓，来盒美女，自己挑，上下都一样的，挨盘捡的。哪个？这个。这个好吧？来这个。这俩都行。碰着了，那个吧。那个行。来这个。35.8块。这是真扛冻，甜不甜？孩儿，甜吗？老甜了。那个小盒，我收点吧。你要哪盒？章鱼丸。那太多了呀。第一盒没多钱，30多块钱。这盒少一点，上下都一样，都二百减的。刚才。哪儿啊？35.6块。这天儿穿羽绒服都不热呀，真冷啊。最后4盒。最好的草莓。谁不是在人间用力的活着，经历了苦痛又不堪诉说，一边受着伤一边的愈合，匆匆忙忙不知为了什么。谁不是在人间用力的活着，平凡的生活里假装快乐，85块钱现金，在这边卖货都不用备零钱，因为收现金的时候很少很少。朋友们，咱净手了啊。
微信收了1097，支付宝收了34，纯利润200块啊，还行，朋友们。上午看的情形，以为今天完了呢，这雨得下一天呢。在车里面睡了一上午觉，然后下午几点开始摆的，一直干到现在是11点钟，咱刚到家，朋友们。哎呀，挺充实，但是也挺累呀，啊。累并快乐着，苦中作乐呗啊！现在11点多，实际咱直接上龙源拉货去也行，但是也有点早，到龙源还得等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的。但不行，身体吃不消了，朋友们，咱还是回家吧。明天早上不行，再早点出来，回家睡几个小时，在车里面睡觉不得劲儿。哎呀，就跟蹲着睡觉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咱这座椅整不平，能整平放个床行，整不平就在这蜷着睡觉，一点都不解乏。回家，这在哈西待习惯了，感觉我们家这趟街没有烟火气了，太安静了。哈西这个点儿，广场那儿，万达广场那儿，还老多人了呢。